怎么？你不跟我回去？ ，好吧，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。我先跟师父复命，恩将仇报，我对不起你。 我的名节，他救了我的性命，我却做出对不起他的事。纪晓芙，你做出这种丧尽天良、为人不耻的事，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 下了迷药，知道。你知道我偷了倚天剑，知道。你为什么不拆穿我，阻止我？你不这么做，怎么跟你师父交代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喜欢你。我不值得你喜欢。值得。不值。 我早就定过亲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清楚，你干嘛要对我这么好？让我活得又愧疚又痛苦。杨晓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 倚天剑，倚天剑，失而复得。禀君，弟子在。你做得好，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夺回倚天剑的？弟子。好了，过程不重要了。
将来我的衣钵还有这把剑全都归你了。谢谢师父。回峨眉吧。师父，小夫师妹。小夫已经落在天鹰教两天了，他的个性刚烈，你想他还能活命吗？师父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弟子不敢欺瞒师父，弟子认为师父所言极是，小夫师妹是生是死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不愿意跟我去昆仑山？哎，好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派人带着铁印令到昆仑坐网峰找我。为了你，刀山火海，我绝不皱眉。拿着，我不后悔。放弃倚天剑，我更不希望你对我是抱着感恩、愧疚、报答之心，以身相许。能跟你厮守是我的心愿。你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我是真情真言啊！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纪晓芙，纪晓芙，我等你，我等你一辈子，等到你回心转意。有车啊，走啊，走。我说呀，小福姑娘她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也只能这么想了。刘师兄，我看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，再不回去师父他老人家是会着急的。刘师兄别想那么多了，走。你冷啊，过来坐吧。晚上有鸡吃，哎。